民进党嘉义市长候选人李俊杰在立委罗美玲、汤慧珍的陪同之下，指挥来到东市场扫街，甲摊商、甲前来采买民众门口拍招呼，并且发放文宣争取支持。除了有摊商比起二号的手势为李俊杰加油，更拄到热情的支持者主动引导李俊杰一家人走入市场来小巷，带着伊特意门口来拜访，替李俊杰来邮票争取上大的支持。立法委员罗美玲、汤慧珍七颗上岸南下嘉义，陪同民进党嘅市长候选人李俊毅，做伙前往嘉义东市场扫街拜票，受到大批民众热情欢迎。李俊毅表示，对选战愈来愈有信心，嘉义变成全国关注嘅焦点。虽然高合议选举民进党选了无好，但伊也继续往前行，希望选民支持。另外，李俊毅表示，阿明会议第一来拢领处理选战，后面将未记哩选战也未拍了，也唔敢用政见在电视辩论上正面对决。伊强调，家己一届邀请市长阿明会辩论，但市长也是唔敢面对。你伊是希望透过政见辩论，让市民知影什么嘅政见才是对家市有帮助，因为家市真正需要一个会使改变嘅人来继续带领。先是咪调民家市采访报道。在家吃喝玩乐，探索世界，您准备好了吗？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，深入嘉义，最在地的美食，最及时的新闻，最感动人心的故事，只要滑动手指，全部完整呈现。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，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 一起加入我们吧。